通，逆笔回来，扑回来，滑下来，再点这个点，然后这个铺开，让它可以侧出来，扭上去。哦，他非常喜欢这种扭动的感觉，每个地方都要写的，写到铺开，然后这耳朵，诶，写得好可爱，然后这一样平的，然后铺开，翘出去，诶，送到底。